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唉，没用的。可是我明明在遇险的时候感觉到了师傅的存在，怎么会？你师傅虽然陷入沉睡，但潜意识里依然能感知到你的安危，见你遇到危险，护图心切，帮了你一把。唉，不过这样的灵力消耗，怕是也只够支撑这一回了。师傅，好啦，别肉麻了。多亏了他，你好歹顺利吃下了九转回灵丹了。方才我用灵力打通了你的灵脉，现在你已经是初阶灵师了。啊！太好了，这样我以后在森林里面就不用带火把了。哎，要是你师父醒来看到你这么糟蹋凤鸣剑，也不知道是喜是悲呀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觉得突然有点累了呢？你才刚成为初阶灵师，一天之内的灵力使用是有限的。那这么说，我只要成为中阶灵师、高阶灵师，甚至是灵尊，那我释放的就不仅仅是小火苗了，可能是火球、火团，甚至是漫天大火。嗯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太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以后烤鱼都不用捡柴火了。我确定你师父若醒来看到你这么滥用灵力，必会气得再次沉睡过去的。我就开个玩笑嘛。凤舞呢？他在哪儿？关你什么事？我问你人呢？喂，你打算就这样和我一起死在这儿吗？那你先放手，凭什么要我先放？上次给我使阴招三药丸的人是谁啊？你先放。那你先告诉我，凤舞在哪儿？好，那就回去了。真的？真的吗？好，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放，不闪阴招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久都没有这么拳拳到肉、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。哎，你这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很喜欢他，对吧？关你什么事？就关我事了。我才不管你什么婚约不婚约呢！你不能坦言对凤舞的喜欢，我可以。你若还这么模棱两可的，小心我后来者居上。既然你还没有昭告天下，那所有人就当你已经悔婚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资格再插手凤舞的事。你等着瞧，我会赢得他的。